哎，你有没有会听过一个无聊的问题？就是你吃水果或吃苹果的时候，你最怕咬开有一只虫还是有半只虫？好了，随便了。那如果真的这样，那可能都是东方过期的。有任何的水果，你弄开里面，哦，当然瓜类除外啦。瓜类其实也会有东方过期，只是瓜类更多是瓜实，所以其实它就是这个过期来的。